世界，贵国神书天德经。各位同修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请大家合掌，咱的供养为心发起，阴阳日月最中心，阴阳日月最中心，可惜天理难分明，可惜天理难分明，若有真心归国主，若有真心归国主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，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，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，咱各位同修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继续过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德经，天之德。德之天，无论是德天天德啦，拢是咱人生命上尊贵的一个境界。咱一间厝是安尼爱上梁，上梁的意思就是天德，德以天者，直直贴一粒砖啊，一粒砖啊，一粒一阿摩陀一粒沙，直直贴起来，已经甲天开始禀报，地主。对基础，对按部就班来到这来，到上梁啊，要上梁，或者天道，天道啊，咱供养着天德，供养咱的所做一切的善事，供养着咱所有一切的善念，皆为天德啊。所以一间厝上梁非常的重要。咱若上梁啦，咱若无好好啊来加注意的时，咱往往一间厝住了未平安。咱嘛建议啦，呼吁咱所有建设公司、建筑师，对任何一间公司啊、一间社区上梁的重要性，咱唔好共疏忽哩。啊，这挂工也未赴啦，清清早早，反正暗我咧住的。那这个念头出来，你已经失了定。你就无德，不是天德。你要将天德给捧起来，你辛辛苦苦，你会当做建设公司的头家。恁祖公啊，累积三代到七代的福分，累到你的身躯来，累到咱身躯来，咱就是要将这股继续发扬。结果，咱真侪人无这个伦理，无这个天理，无道德的观念的，钱骗下来就好，抢下来就好。不管到以后人要大的平安福，所以下把紧啊，无啥啦，你已经甲将恁祖公的德啊，祖德流芳啊，留我遮你甲淡掉去啊，足无彩，足无彩，真无简单，已经是大人收几啊地人，累积几啊地人的福甲德咧，予咱马上甲开掉去。所以各位啊，咱家天德经，就是讲，咱一卡步一卡印，一个念头，一个思维，一个行为，咱拢是爱做个天者。那么天者的道是啥？天的法是啥？天的德是啥？就是这部天德经啊，这部天德贵国先师所开始的天德经。各位是方是知识，咱今日咧，讲这天德经。贵国先师就民国71年，这个道家之邦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甲台湾祖师的慈悲的接引，贵国先师道家之邦降凡尘，传了真济易经风水的妙法，甲修心养性的妙法。那么这中间呢，我
遵照老祖几个先师所开始的妙法，一一将真济妙法咧，甲各位结成缘。所以咱经典所讲，心机妙算啊，看人间之吉祥，先出精微，消世上之灾劫，心机妙算。易经是心机妙算，易经是对待立场对待啊。易经是咱人修行上好的老师。若是咱捌易经的时，咱修行呢，咱就会加只下要见性就加足紧。在五年前啊，咱埔里有一对翁仔某，甲台北咧金山有一间佛寺的主持，来到上寺，主持咧，伊个在咧有代志要来问我，甲我检讨，希望我去道场甲参甲看看咧。拄仔来遮咧，伊个徒弟啊，两位咧都是玻璃，伊就来接师傅来我遮。来遮是行行看看咧，拄去个龙藏内面咧，师傅咧，伊就开始问真济，是关系修行方面的法门。我就用易经博来看，我因为爱有文字来解释，有凭有据。你若无空嘴布施咧，讲法无负责，所以我用易经的妙法咧，我咧解我爱师父，你即摆修行的境，烦恼是多一只，我嘿你也知，我这都一只足清楚的，念不着问足济项的咧，伊讲迄个师父，老师我念大悲咒、持大悲咒的力量，那无法度完全和这个心，这个。甘露水的力量发挥个发挥呢？我讲师傅啊，我卜一个卦给你看嘛咧。我哇，你说你持咒啊，你人走入去咒内底，人走入去咒内底食，就无效啊咯。易经是大学，大学在易。人走入去咒内底食，就无效啊咯。你咒外口，将。你啊，这里叫做摆好完全有虚弥咧，咱这个智慧，咱个发出光，发出光明，照着这杯这个甘露水，咱的施咒两在一阴一阳，那像莲花一阴一阳咱的施咒是大悲咒，咱手家己咧，咱手机咧，咱目睭咧，目睭看这水面，咱的观想在咱的。这发出这个光明，发出一道光往这个水里底咧。然后咧，你念这咒的时，持大悲咒，你咒语啊，这音啊，观想伫水里底也滚。我今传多好恁哦，这个观想水一直在滚，光咧，光咧，那就光一直照咧。水有动者，佮有光者，伊才有生命力。哇，这个师傅讲，还是我都出家，无我就甲你顶你。我唔免安尼啦，这号我悟到的法啦。那么换伊迄两道底下咧，伊确实两个规咧，翁仔某规咧甲顶你磕三个头，我创啥？老师是咧，我甲你诽谤。我听你咧讲的是，咧讲佛经啊，讲啥经的是，我你也无剃刀。你也无修改，也无等于呐。你一旦会使讲经，无资格犯戒。我今日一了解安尼，含我的师父啊，请示你，甲你请法。我回信你，甲你回信你，你无见怪。我唔知啊，我无坏啊。遐久啊，互你气烦恼，歹势，我歹势。所以咱法啊，咱唔好看人普普，嘿嘿，伊有伊的神通力。也是伊想过去先说玉镜长明之星，伊有心机妙算藏在内面，会当破人间之祸福。所以咱易经会当破人间之祸福，啊，较吉祥。你用安尼行趋吉，你安尼避凶，也是个趋凶避吉，趋吉避凶，苦吉撇凶，
曾经人问我讲，老师你是什么教？伊讲老师我，那佛教释迦牟尼佛，伊无教人卜卦，吼，无教人看风水。啊，道教呢是为福，为福。啊，你什么教都不是。我趋吉避凶教，趋吉避凶的教，啊、哦。只要大家苦个偏向，哇，咱无本钱好行对歹个路啦！哎呦，无要乱搞啦！你若到戆镇，哎呦，阿弥陀佛啦！哈、啊，你若现在三点半，现在个囡仔唔乖，现在家内未平安，现在说你一时你敢都要坐坐落了，我都唔相信。那么如何防患于未然？如何以其无所生啊？这是咱的法门，我的宗门的教义。那么在哪里要用心用心去学道，所以心机妙算判一判啊，判人间之吉凶，先说精微啊，消世上之灾劫。先说啥叫做先说呢？先说是咱教佛教叫做佛法道法，现在咱法门金丹法门几个仙术是大罗金仙，叫做仙术，叫做仙术。仙者入宝山，人入宝山，叫做仙啊。所以咱研究着一切法，了解一切法的时啊，你会当判着人间的吉凶，你予人趋吉避凶。咱无本钱踏入黑暗的地步入面，这就咱的。功德修这个妙法的，所以咱的金丹法门是贵国先师所传的妙法，上界仙翁所传的妙法，也名为你叫做仙术，仙术。哈啊，精微精微，吼、哦，这是精微啊！你今年年头啊，哈、啊，咱都交通部长林部长林云山先生，咱作些思想啊。啊，去台东，去台东明定法师啊，带咱去金针山，去金针山，去明到的金针山，金针山满山金针，看起真水，空气就够好，遐地嘛足好诶。啊，天灾呢，要遐看日出，你先随遐看日出呢。咱的洪弘毅啊，洪讲师啦，啊，咱的第一届师兄啊，洪弘毅师兄呢，啊，伊就开始卜卦了。不管师傅啊，你看咱今日早时云哈，一路查条的，几点才会当看到太阳出来？我照常看，七点五分，哈，七点五分日头你才看得到，若无看袂出。哈，咱林部长呢，哈，伊呢做官的，吼，伊啊做别项代志拢真精明，真注意着身躯边任何人伫讲的话。真注意哦，伊嘛足精微诶。好，哎，咱算嘛精微。我七点五分，到七点四分半日头也唔出来，七点五分才才才日头开出来。哦，做伊啥啦？嘿，啊，做伊啥啦？诶，心境欢喜心，哎呀，这个神术精微呀、啊！所以各位同修，啊，你常常看师傅，你讲。几点几分要入门？几点几分要入要动土？几点几分要创啥？那定下八月中秋，人在罢工要画罢工，咱用这清水祖师咧在上梁，画八点正要上梁，迄早起咧，吼、哦、满天暗蒙蒙，啊那上梁八点正的是啊，双龙吐珠，双龙吐珠天顶咧，啊迄个时阵呐。天上放出光明，迄一时啊两三分钟尔，啊，剩的都无啊，规工都乌阴天啊！啊，所以咱学习都爱精微，精微甲分秒变无要紧啦，吼、哦，分都好啊，最起码嘛爱个一时啊。但是如果开始五分钟以内，那无这个现象无随象的时，你就无准啦。花落座的要求。维新电视。
啊，所以咱这妙法，若做既然道家之旁，咱各位同修，咱来学个精微。啊，贵国先师所传的妙法，咱来学个精微。啊，我传的妙法啊，你嘛爱学个精微。那么，你就人天的妙法拢互你学呀啦，是不是呢？哈、啊，人天天人的妙法。啊，再讲呀，咱学多有时阵，要得到多嘛是有时有阵，嘛爱好因缘，爱有好福报。那无是安那，台湾2300万人的同胞，敢若有现在咱在座咧300通人的同修咧，一家哈，咱咧听这个妙法咧，好个在咧，咱借着因缘，借着电视媒体，哈、啊，咱咧这个讲煞咧，咱要。播出和全省、全国的同胞，啊，因会当了解到几个仙师伊的妙法，仙术精义的妙法啊。咱记来，小世上是在劫，小世上是在劫，慈悲悯舍，了功德济天呐、啊。世上的在劫，确实有够济。啊，这个煞事，啊，新历5月77。总统先生啊，啊，伊来到什么时来祈福、祈求咧？啊，若做慈悲咧，把世上消灾解厄，或者煞术会当消除。那么若做开始啊，6月0煞术完全无，但是咧，啊个9月重阳，则我都真真正正，则煞术有无，则我都就决定。咱的法门伫端午节迄天进前呢，哈、哦，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慈悲开示，哈、哦，咱就降设7个鬼。当时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啊，哈、哦，未来末劫时期就是现在时阵有7个鬼呢降在凡尘，迄、那个病呢发烧，然后速下未讲话，等等呢一清二楚，经典变出来清清楚楚。所以啊，咱迄时阵啊，咱伫市里啊，哈，举办着这个天恩煞术、消灾解厄、仰仗神佛之威力、功德力来化解这个人甲鬼中间的干戈。所以迄当时咧，啊，我甲咱总统先生啊，我讲6月0就煞，结果都一天都无差。农历6月77，啊，完都都交个6月0，迄天来开始，咱台湾伫世界上，嘿，那个叫做煞事名单完全剔除，看有名无？这是易经，哈、啊，这是只有易经易，你我都了解加着这个时间与空间，那么多都开始个重阳叫圆满。所以啊，咱9月重阳迄天，咱各位当时5月75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煞术咱无得上课啊，所以大家请大家念这个上啊，这药师经啊，才上20076遍，啊，欠万6遍。我交代咱同修咧，大家爱努力，今日阁上。到9月重阳呢，恁若上暗暝煞，即几工紧来赶，紧来去上补好教，佮补万六遍的，下只药师经的功德。咱上一部经，难道呢减一部灾难？上两部经，咱减两个灾难。那么福分家己唔求，要叫谁福求呢？是毋是安尼？哦，所以各位啊，咱9月重阳，咱想的是迄、那个经啊经。世界和平中，啊，这和平中经过总统两届的讲，副总统两届的讲过，哈、啊，那么咱就该站起来，真水的钟楼，一间钟楼300万，完全木的，茶去做，无一支铁啊，无一支钉啊，完全做入最诶关技术做这个钟楼，目的呢，咱照着大家心量，哈、啊，咱的心呢，空一声的时啊。世上的灾劫化义无形，大家有了心，社会就发好孩。
讲第一声天恩永息，讲第二声呢风调雨顺太平安，讲第三声是啊，咱世界和平。安尼那咁做袂到，应该做会到哦。啊，这嘛是消世上之灾劫，所以消世上之灾劫诶，咱有真侪真侪诶方法，哈啊，咱诶现在爱心团，咱爱心团呢，哈、啊，咱的哈、啊、每一天每一个月为全省全国诶同胞灾难诶同胞，哈、啊，甲大家解决真侪困难，有诶呢，要甲各位答复，时间的关系，咱诶爱心团。会动手地主，大家拢有真好个事业，哈、啊！利用因大家个时间去甲咱全国同胞有灾难个呢，吼、哦、有灾劫个，甲大家服务。即嘛小世上之灾劫，伊已经以风水个命法连根拔起啊，将这无好个、这病因、困扰因，甲救掉，大家会当渐渐步入幸福、安好。相互的认证啊，这嘛是各位是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的化身啊啦，咱各位动手，哈、哦，所以老祖伊的妙法，咱学的易经是神机妙算，哈、哦，判人间之吉凶，神术精微啊，消世上之灾劫，可见各位咱学这法。这都上大的目的，就要来消世上之灾劫嘛。这是咱各位今日咱大家真正庆幸，一生五千年来，咱第一届当着妙法出世间，咱大家有好因缘来学这个道，一旦做到真好真好的哈，这功德，这是咱每个人来到世间来。咱大家所愿望的，也是咱共同的天命甲责任啊！各位同修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现在请大家合掌来供念，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，可惜天理难分明。若有真性归国主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南无归国先师王禅老祖，南无归国先师王禅老祖，南无归国先师王禅老祖。啊，各位同修。啊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啊，咱继续过来讲解着《贵国善书天德经》，各界个，即个个各位重复一遍。王禅老祖玄妙真经，就是太上老君、太上老祖所传的妙法。大家这几年来，依照王禅老祖。太上老君所传的妙法，修行到这个程度来，咱阁进一步咧，啊，贵国先师王禅老祖，啊，咱大家，咱若未平安的时，就要求天公，要倒去求去。那么安尼咧，咱不如甲天公请来坐咱的头壳顶，请来坐咧咱心内，啊，依法修行，依法修行。依法实践于日常生活之中，各位，恁的运会改变，命运会改变。哈、啊，这就是讲大路道长上界仙翁，哈、啊，行功洞彻，宝座化阴阳之枢机，哈、啊，道学高超，得天人性命之庇佑。这就是奥妙奥妙的家呀！咱来了解一切法则。咱会当补家己运，补天、补地、补人生的不足。要补天、补地，唔是用钱补会着。我发觉自学道、行道以来，这几年来，当伊事业真正顺势的时，伊袂相信讲这道，
未相信才多。当伊一旦事业失败，开始人生踏入黑暗期的时啊，伊才开始要来求才多，想慢啊，未有啊啦，未有啊。因为咱拄着一个大师、一个法师、一个师父、一个修行人，甲恁提起因，即个叫做咱人世间的因缘具足已经到啊时。咱若无花把握咧，咱照着讲，哎，我有钱，我有势，啊、哦，恁家拢是讲啊，食饱用用，到咧哭哭哭哭呛，你呛我就袂呛。哦，因为就是因缘的事啊，哈，系啊，哈，拄着烦恼到位啊啦，一旦到位的时啊，迄阵要回头已经百年身啊，除非你真有福报，啊，除非大家像我安尼遐尼歹命。哦，当时我有钱的时，什么多，哎呀，什么多，钱多上好啦。啊，一旦病到位的时，啥拢买无去，含身体嘛买无去的时，迄阵起来去惊吓，想着某少年，啊，惊细汉。哦，我想着我，系啊，啊，若死去的时，吼、哦，某呢，阿摆为了要饲囝，吓、哦、嘿，去到尾，吓、哦，甲囝呢，啊，甲爸，囝到囝咧起冤家的时。还讲哎呀，老公啊，恁囝怕阮囝，阮囝怕恁囝，啊，咱囝怕咱囝呀。迄阵的时想着，只心就作声，开始去掠讲，才认真念佛修行，好加在台湾祖师的慈悲，加救度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度，甲贵国神师王禅老祖来天人合一修行，将一一只一切一切即一啦。即心是佛，佛是即佛，即心即心嘛、啊。即予咱有即个机会，但是咱爱有真耐力，好因缘当着好的师父、谢妈妈、谢老师啊，会慈悲会教导，咱才会当一心一意，吼、啊、放下一切，人生无常，好啊修行。命才阁捡倒转来呢，心的命、生命捡倒转来。你若无生命，咱个生命无生命的是无路用呢。有心无心嘛无路用啊，有心无心嘛无路用啊，有心无心，哈、啊，一个人行尸走肉。我比较常常甲咱个同修啊，恁身为咱个法门的地主，恁都明明知影有这个妙法。咱就去来度去真济人，有安尼亲戚朋友，啊，因来参加哈、啊、咱这个法门。虽然呢，一个月100元的功德会会费，无偌济，但是这个功德是遮天的，是天德的。各位爱正确认识，恁修到欲定欲行光明之性的时啊。好、哦，恁的心机妙算，互你算着啊！啊，恁啊判人间一人间一吉凶，你老判断着，哎，我安尼做是好事的事啊！恁就紧嘞，好好啊，好好啊，好多有缘来参加咱这个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。咱也希望所有的同修，恁拢是做智慧会长，多恁有缘的人。但是真济人无心，想要来学，想要来学道，无心。咱若学这多，咱爱有心，才会当了解到周围身躯边亲戚朋友伊个吉凶祸福，因会化为各种的因缘，甲恁斗阵，互恁修行修心养性，了解到世间的一切万法。但是咱真侪人无咧心，我可能要来求道，要学道，求道对发心开始啊。哦，所以这点呢，甲各位再提醒一遍哈。啊，咱啊，顶下啦，哈，一个同修去招两个，迄个信徒，伊个好朋友做生意，因个客户要甲招迄两个吼，一口罩甲招100元，唔肯呢。我甲你做生意都，哎呀，这种个这吼，你卖叫啊，你卖叫啊，你叫啊，我这加麻烦了呢啊。咱迄同修是有够，哎呀，嘴好累累。好，你讲我，你若无你钱了比较较济。是啊，无啦，无几工的吼，嘿，今日我摕100元，无别人啊，你甲参加好无？安那，你甲讲了，我等下吼，
物件送出去一台车，卡车方向头卡呢，内底花20多万嘛无去，吼、哦，车到尾搁强弄着，啊，搁我爱强赔。迄一个，吼、哦，还有个迄个咧，伊嘛是讲这个水好哩类，哎，我阿伯你话风讲好话，你唔好讲歹话。师傅、啊，我讲笑，哪有法度？我嘛唔知影，我的嘴讲的遐尼灵性，伊讲可能心性好发性，就我嘴里讲哦，无那遐准。两个拢有灾难，才发讲啊，我要来参加。哦，对，才要来参加一个100块的。我唔是讲叫大家爱开这個钱啦，哦，小信上自在业，一个人一做做会善念善心的事，你会当救到一口罩呢？哦，会当消除一灾劫的，唔是钱的问题呢。哦，所以咱一个发菩提心的重要性，发菩提心的殊胜，发菩提心的珍贵啊！所以各位，恁啊出面头尾，啊，比如啊，迄东岭。哈、啊，这首富，哈、啊，这叫做自安自处等等嘞。恁拢用做嘛，这拢功德嘛。甲你事业做以外，恁用做一寡义工的功德嘛，不一定讲等下寺里参加家家嘛。哦，这嘛是小世上之在劫。啊，慈悲悯舍啦，各位啊，爱各位修慈悲啊，悯舍，怜悯世间呐、啊。各位同修慈悲心要来修咧。当时释迦牟尼佛住世弘法49年，伊所修的是修一个慈悲心尔。常常静下来，晚上他静下来，除了去找去过去生生生世世，大家好善缘，过来世间过来找各人的善缘，继续这缘分以外咧，伊咧哈一定去关怀，关怀。求天赐福予某某人，会当平安顺遂。啊，求上苍呢，啊，求神会当赐福予某某人事业顺遂。这是修慈悲心的方法。所以咱爱有时时有这个慈悲心，咱若发出这慈悲心的去祝福着大众的时，你一定会顺遂的。即使你的生理的对手。你嘛用啊，求老祖师尊，求玉皇大帝啊，赐福予我的生意，甲我斗阵做生意，这个咧，吼、哦，可以事业顺遂，赚大钱。你拢祝福，可以事业赚大钱，可以平安，可以幸福，可以无万幸心。你用这個方法咧，你会当化解人甲人中间的冤仇。你唔知影你冤仇伫身躯边。这个人即使是台北，你现在在这，伊有伊护法神在你身躯边，伊有诶你冤仇诶神啊，嘛在身躯边。当你咱一个人慈悲诶念头、祝福诶念头，咱出现诶时啊，咱逐工安尼做，轮流安尼做。你将你所有诶朋友名，你甲写在桌顶，包括恁爱人诶情敌也好，吼、哦，甲你夺掉你诶爱。夺着你的太太，夺着你的翁，夺着你男朋友，夺着你女朋友，哈、啊，也是生理讲，你拢个祝福伊，一定你要解决冤仇，你个祝福，求天祝福，求神祝福，哈、啊，求是天公老祖赐福开始啊，你会当化解干戈，释正经，这是上好的修慈悲的方法啊。那唔相信你试看嘛来咧，哦，这是确实咱。好、哦，咱就发明心法，正港的心法。真侪人有诶人讲，老师，你袂生气哦？做生意的时，甲你关的人，你也袂生气啥？谁也无人甲关啊？是我甲你无福尔，伊哪甲关？我无福。哈、哦，安尼钱诶事，安尼种种诶问题，啊，迄毋是个人诶因缘，生生世世诶因缘。咱爱求老祖、求诸佛菩萨、求众神去甲赐福。但是你唔使求老师要甲你舒服，老师能力也无够，啊，老师要人要舒服给恁呢，吼，大家咧可能较困难。咱求老祖舒服，予大家平安顺遂。我相信一段时间，恁人生会改变。
恁生活是快乐、幸福的人生的时，恁一定会赚钱的顺势，啊，运势会改得。所以这叫做自悲悯舍啊，自悲悯舍，吼、哦，功德遮天，名传金国，自悲悯舍。咱看了世间真济不调和、不如意的代志，咱心爱自悲心，时时祝福，时时祝福他。啊、哦，安尼来咧，你自然可以啊帮助足济人，你嘛在修行。那么你个祝福，你莫可人伊无坏呢？阿弥陀佛啦！咱人甲中间要第三者呢？天神呢？天神呢？天神呢？你看咱时时的祝福他人，啊，发愿祈祷他人的平安顺事的事呀、啊！我咧讲，咱神会甲咱做证明，啊，以咱的所有的互咱祝福的人，伊的守护神会甲你感谢。有一天。咱主人呢，哈、啊，世间摆大的时，大家又回到天上的世界的时，一定够到顶。各位，咱以后等天上的世界的时，咱会够到顶。那唔相信，假时阵咧试看嘛啦咧。哈、啊，啊，智慧咧，智慧我落地角。哦，智慧我落地角咧，啊，你要出外较困难，恁升天。哦、所以啊，咱自悲悯舍，咱爱修自悲心，修时时祝福他人啊。大家拢安尼互相修祝福，天下间呢，就真正我都会太平啊啦。若有真心归国主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吼、哦，若有真心归国主，就是自悲悯舍为归国主啊！吼、哦，好、啊，自悲悯舍为归国主。那么贵国主的法是啥？慈悲悯舍，救世不失劳啊，救世不辞劳。大家留这心，天下就太平啊！啊，功德七天，功甲德啊，功是好、哦、爱智慧，还是力行？知行合一叫做功德啊！贵国神师王禅老祖，他的法。就是知行合一，慈悲悯舍，干呐讲慈悲慈悲。哎，请问恁过去的慈悲定点定伫倒位啊？恁过去对慈悲的定点定倒位？若是伊拄像我恁讲遮呢，时时祝福。亲情、朋友、冤仇人，所有天下间的人，时时祝福，时时祈求，哈、啊，是神佛菩萨会当祝福。然后你愿意和因去成就，对、哦、啊，也是啊。再者，你就爱发一个愿力，这是真真正正的慈悲啊，正个心法啊，天下即太平。功德遮天，天就是无分善恶，哈、啊、天呢，一在天下间所看的，也有善也有恶，一项美，千百样人啊，这是天的雅量，天的雅量。那么天都有这大的量啊，咱人的心，咱人上界善往，咱的性，咱都大罗道顶，咱的心量都比宇宙比地球搁较大。那么咱是安那无法度去原谅他人呐、啊，无法度去体谅他人，我们就奇怪啊！啊，所以啊，咱今日遵照这个法啊，咱去做，我相信功德齐天，咱呢德就甲天就齐啊，就天德天德啊！在名传金戈多片三千灵灵环，顺风古意哈聚呀啊！这些开人绝路，思语录。名传金戈，现在、过去、甲未来。名唔是咱所讲的世间，我做总统做啥呢？咱家
中华民族历代天主帝王圣灵862位，包括毛泽东，包括邓小平，包括蒋中正、蒋经国先生，吼、哦，恁的圣灵拢是在座这里下，恁的名嘛是怎无去啊？也没有了嘞，好、哦，这暂时尔呢，伫世间尔呢，那么恁大家归入万圣中灵呢？哦，所有的天主帝王上顶啊，恁一世嘛是伫万圣中灵，历代祖先内面呢，万圣中灵呢。啊，所以啊，迄不是名呢，假名、虚名而已呢，是什么名？姓，姓，咱的祖姓，咱的佛姓，咱的角姓。咱的清净性为名传金果啊，咱的慈悲悯性，哈、哦，那么这功德就遮天了啦。功德遮天呢，哈、哦，咱的名传金果，咱的本性什么名？暂时就用这名为咱的佛性、咱的觉性、咱的清净三性一体之名传果、甲传金、传未来。即性不生不灭啊，也是咱大罗道长上界仙翁，迄个名传金果，各位灵魂嘛是共款，真真正正的名，各位性真真正正的名，叫做传金果。所以各位啊，咱一个人自悲心的人，咱不一定爱世间的人来甲咱赞扬。咱个人做，因为咱的心、咱的性，大罗道长、大罗道长，长啊，你个道长也可以，多心长嘛可以，道长上界仙翁，啊，显功洞天，这是咱的本性。那么这本性啥人呢？归国主啊，归国主超越了。内外的本性，总称为归国主，自悲悯舍为归国主啊。所以名传经过多遍三千，大罗道长所有一切法，遍满三千大千世界，三千只咪三千个尔呢？是完全的是三千大千世界无量世界，和所有的银河、银河星系。拢伫咱的心内，拢伫宇宙虚空、虚空内底，所以多遍三千。那么咱所有了解一切的法，三千三千次方，三千三千的次方，世间的都有遮济。各位恁知影现在呼吸入去，吸进去有偌济物件无？有咱油顶的味，有咱外面树的味，有咱通宵嘞，哈、哦，这个。臭汗味，哈，有各种各种的味，这嘛多片三千呢？恁知影？咱呼吸入去闻到这物件嘛？这叫是叫做为道，就三千大千世界，万三千大千世界。你吸入咱的心物、身躯来，吸入咱的细胞来，咱一个生命的意识、生命的活力，已经都。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啊啦！所以各位，咱的姓，咱的名，归国主是姓，你看有偌大功？啊，林承环顺风作揖啊，开门结路。按了林环，这妙法呢，拢在世上，妙法在世间。啊，妙法世间呢？在世间去夹，你若离开世间，要夹到这妙法，是真正困难之事。所以咱离开世间，咱自然呢，就无法度去夹到世间的万法。咱才来世间出世的时，咱就是要领悟到万法，咱就要体验世间，体悟到世间的一切的调和，体悟世间一切的妙法。这就是人定凡呐，所以多讲凡间，多讲咱个家中，
多讲你我中间，多讲在台湾，多讲在世间，多讲在地球啊！各位同修，咱今日这个妙法啦，啊，各位把心境渐渐拍开，后天啊，继续我来讲解，佮进一步更加好的妙法。